请你捂着眼睛看天花板。好，然后固定住哦，固定住哦，记得脸不要动哦。好，接下来右边眼睛看地板，做不到对不对？做不到，好，人类绝对不可能，因为人类的眼睛肌肉是联动的，我动哪边两只眼睛会一起动，但是变色龙的眼睛是自由行动的，所以它可以360度转，它可以一直看上面下面，一直左边右边，然后前后边这样子直接看，因为这样子它才可以去找到它的虫在哪边。变色龙其实也是五只手指头，但是它的前两只连在一起，后面三只连在一起，它就是变成鳃夹，就这样子夹住，然后走路这样夹住，啊夹住，啊夹住，啊夹住。变色龙的尾巴是棒棒糖型的，因为它是卷卷卷，可以卷到树上，它就是它的第五只手。如果它在走路的途中不小心突然掉下去的时候，它的尾巴就会咔嚓卷住树枝，不怕掉下来。那其实变色龙，全世界有超过70多种，这种变色龙是我们最常饲养的变色龙，它叫做高冠变色龙。好，小朋友注意听好了，它的头上是不是有个很高很高很高的头冠？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个头冠要来做什么用？做什么用？听声音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球偶来打架嘛，就算庞特龙、贝克汉，还有什么？小朋友听好了，高冠变色龙的原产地是沙乌地阿拉伯大公国周围的草丛森林里面，那边很干，没有什么水，所以他们能够喝的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水。这个变色龙它的头冠中间有一条水沟，当雨水打到它的头上之后，会沿着水沟直接滑到它嘴巴里面，好方便。所以那个头冠不是拿来求偶，不是拿来打架，不是拿来吓人，是拿来喝水的。这个变色龙呢，为什么会变颜色？为什么变颜色？好，不是假装别的东西，所以它有什么？三例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哦，很好哦。刚刚你们刚刚有学到老师讲的东西，它会伪装，会保护颜色，对不对？但是变色龙本来就是绿色的，所以它就算不变色，它照样能够做伪装。所以为什么会变色？来，我们网络上跟新闻上讲的变色龙变色是走到哪里变哪里变，对，那是大错特错，那是要搞不好事的。对，那不是一个范围。来，听好了。他变色是因为他心情不好，为什么呢？他是用变色来表达沟通，表达他的心情。像是生气的时候，他会变成黑色。然后呢，当男生看到美女的时候，他就变色什么？他变成彩色。那他变彩色做什么呢？他告诉我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没有追你。所以他是用这个颜色来代表他的心情，跟代表说他现在的状况。